细汉，你倒来拄啊好啊！今日艾伦哦，做一件真爽快的代志。你若听到吼，一定学艾伦有够巧的啦。爸，老明啊，哦，敢是恁大官那个森茂集团的股份分互你，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三？唔是，是比摕到股份哦，更加让人欢喜的代志。阮大官最近哦，定来去百灵会馆，阮大家真无欢喜。哇，就去检举巴林会馆，让警察去调人因，替阮大家哦出一口气。哎呀，恁大家若知影吼，一定会给你笑喵喵的。等下。你拄则讲，你去检举巴林会馆？是啊。巴林会馆的头家娘咪啊，去地市就阮大家，啊，搁有啊，李东嘛在内底上班，我则叫做替天行道。无唔对啊，这款破碎所在吼，就只叫警察吼，大工去查水表，抓阿小三，让伊心里哦做袂落去啊。你想做咩？遮尔啊生气啊！巴黎会馆的头家娘做这种破坏人家庭的生理，就应该让人家去管啊！你到底是咧气啥？我点你！林伯，我今日刚刚无代志做，干来搞你麻烦，我只想让你气死咧！哎，是，哎，我也无做唔对啊！你要干死的吼，是迄破坏家庭的潘咪啊、家里冬雨，哪会潘爱文呐？总裁，有人检举巴黎会馆，即摆叫人抄啊，明仔叫检了，传转去。爸，祥路大会要向你报告巴黎会馆的代志啊。没吧？刚讲你嘛去拜着巴黎会馆的歹命啊，所以真生气哦。我即摆咧想办法，要安怎个？明仔赶紧救出来，恁若继续在遐咧吵吵闹闹，全部拢爱出去。大小姐，其实巴黎会馆背后的金主就是总裁，这摆之外真正快超过了。这边哪有可能？顶家你不是讲特别用关系才把我刷入去的？我讲的迄层关系就是总裁啊，总裁就是背后的大头家啊。爸，是的啦。我唔知影你是巴林会馆的头家。对不？先打电话检察总长，请他到三工处理，我们也应赶紧出来。是。小红，这对你生的好查某囝，报警才来挖我的壁角。你是安怎教的？你要挖一个坑，赶紧跳去，卡免我看到十摆。买奶仔这种酒店行李，爸你嘛有投资啊？你即马是咧讲啥话啦？我有投资，绝对无爱容易啊！想叫你无来无钱，我袂办会，即拍会才属于我才来。爸，李东伟嘛伫咧内底上班，我就是无想要看到伊啊。就是因为你一时的妄图，你才这么搞我经营这么久的所在全部拢毁掉啊呢！高海伦，你才真搞呢！你想要搁拍艾文？你搁敢讲？你做人的老母，你想要教查某囝？你何伊来抢我的后脚？你即摆怪谁啊？爸，这件代志以前拢是我的主意，是我唔好。我要去检举进前，无先甲你报告。这件代志跟我无关系。高总裁，我真正唔知影朋友母的下落。啊，不过你放心。应该不是朋友母去报的，检察官完全拢唔知影。检察官谁去报的？我唔知。做这道，我嘛无想要知影，想济。我今仔日，互人问话问足济，淡薄仔忝啊，请总裁离开。
注意你的态度。那不是我打电话给检察总长，请他到三工。你现在还在地检署吃便当，什么时候能回来，还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说？是因为你做这些犯罪的事情，检察官才会来找我。我现在的生活，每天都过到提心吊胆。孔爷心海会知道我做那么多笨手的事情，会讨厌我，跟我断绝母子关系。看起来你对我有真多怨言的，还有无？我已经无法度忍受啊！这二十几年来，我受了你的控制，为你赚钱，为你探听情报，你一直利用我，利用到我一点尊严都无啊！我今麦怪烦恼，好不要不报复，这种日子我过不落去啊！我无想要再做这几日啊！我即马说你这个嘴皮是要来泡清洗，互你目睭闭好，紧看好详细。你所有事实的一切是谁给你的？若是你感觉我互你过了提心吊胆，感觉你受着我的控制，会用的。你即马马上把八零会馆的钥匙交出来。你知影门伫咧倒位，看你要去倒位，我拢袂管你，我袂跟你斗。阿姆哥。王正文，你都要想个清楚啊！只要你走出这个大门，失去我的保护，我之前你要得罪过的人，甚至是当年你台死安尼去，我听讲伊细汉，甲因厝的人还搁咧找凶手，所以你真正认为讲，你脱离我的控制了后，你就会当逍遥自在过日子啊？我唔相信，我饲二十几年的金丝雀失去我的保护了后，伊家己出去外口有在撩我了。给！高总裁，你明明知影我想买的物件，还袂摕到，我哪有可能会离开？所以讲，事实上啊。咱两个就是利益在交换，你不需要把家己啊讲啊这尼啊可怜，佮甲我讲甲袂输啊，我是迄个十恶不赦的大歹人同款，一直甲你关条的，无法度互你得到自由啊。我已经一摆佮一摆完成你交代的任务，你有甚物讲话无算的？你甚物时阵才要甲表我还给我？你是什么时阵任务完成啊？饭窑母还未找到人，你的手头迄块土地我还未摕到手啊！而且饭窑母伊嘛要七三十票，变作一个废人。其实我栽培你这么久啊，我嘛唔甘跟你换条找一个人来代替你。只是啊，我有你的头壳清楚了解，咱两人是谁较主要谁？安尼，你即马清楚阿袂？我真清楚。是讲你一向拢真听话，袂安尼卡袂着，讲你外委屈啦，认为受着我的控制。到底你受啥影响？饭窑母应该无可能，还是讲是饭窑母身躯边的什么人啊？无人应用我，我只是最近伤忝啊，还佫有心寒误会，我甲朋友要有交叉，我看别人过平静的生活，足幸福尔。安尼你就爱加创造一挂好我利用的价值，安尼你想要滴的迄款生活，伊就会提早来。上个集团伫台湾啊，还袂进入办公室，你袂讲哦，迄合约可能要保管。结果今日来遮哦，只不过合约看好清楚，是哪签的，还是明天提早退难的，甲台风认错，讨一寡赔偿哦。真正啊，云鸿对上野集团的代志真尔关心嘛？我原本是讲啊，你敢若过佚佗咧？哦，啊，就嘛特别交代啊，
你讲这个合作案哦，是上个集团在台湾插旗的第一步，啊，我加减关心一下。你讲是嘛？你关心这投资案？就是讲，你讲讲哦，嘛另一个考试，所以我们这关来这把合约看好清楚，先来签的，还没告准哦，嘛来问我，一问三不知，还得跑搞倒呀？好啦，咱你看你这么认真啊，我还不替你看。嗯，好。我来变数者，你该找找看。哦吼！恩强啊，恩强哦，真正足好食诶！你唔爱食一个啦，啊无真正有影，无菜咧，吼、哦，来来来来，我上推我办公室内面哦，有遮尔重的气味，那合约看下未？哦，我收起。哎呀，这合约哦厉害，对咱绝对有优势。我看你彭耀武哦，准备要白啊烫高啊啦。啊！你当然妈的事业啊，干不需要你等于坐镇，等于做主。你过伫个台湾偌久？你算了无够开哦。我离开故乡三十年啊，等下也大一两年啊，应该袂过分啦吼。你真正怕什么老来？哎呀，啊！你真正想要搞这个麻烦，赶走就对啦。有偌远，闪偌远。较袂哦，你看到我，就想到当年的代志，是吗？你是咧讲啥话啦？啊，你讲到袂输我这做阿兄北屯华嘿，你是我的亲小弟呢，你要留伫迄只闲啊袂用的。这话若好，妈听到哦，我又搁要念啊。其实我已经找到，害我离开台湾三站的凶手啊。